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会同航空警察局在台湾高雄地方法院检察署宜谷检察官指挥下，在桃园国际机场查获潘姓女子及刘姓男子利用行李夹藏二级毒品安慰他命 4.1 公斤，企图走私到澳洲布里斯本贩售魔力，被警方在桃园国际机场当场取获毒品并予以逮捕，前案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检察署扩大侦办中。